我们关心台股哦，外资买气持续不坠，渴望支持台股向上格局，而且很快下半年开始要迎接电子旺季，以及年底选举行情，投资人可以把握时机好好布局。至于看好的产业，分析师说啊，半导体跟苹果概念股，还有金融、传产龙头股都值得大家留意了。更多观盘的重点，我们带你来看就事论事。